本作家蔡兆伦以一本黑白两色的童书《看不见》荣获2016年意大利波隆纳拉加兹童书奖特殊主题奖项，作品细腻的情感表现深获评审青睐，成为台湾第二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作家。这个其实是那个绘本里面的蝴蝶叶，然后前后蝴蝶叶其实加起来就好像有100多个一两百个这个杯子。这一位台湾之光不仅父母从小没有特别栽培，甚至美术还曾经不及格，而当初会报考美术科系只是因为学校离家近。我们现在要来讲杯杯英雄的故事，但是呢，杯子有英雄，但是你们要配，要帮我配音一下，我们实验一下，来，英雄，英雄，啊，都没力气，你们都不想。从一位卡通漫画家、报社美编，最后成为绘本作家，每次的转职其实都不容易。理性的他为达成目标，除了靠自己努力自学，也常谦卑的多方求问。直到他的眼睛差点失明，才深知一切靠的不能只是人的筹算。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来宾呢，算是插画界的台湾之光。他的绘本作品是在2016年拿下了意大利波隆纳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童书奖。拿下这个奖呢，相当于就是国际上童书绘本的奥斯卡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欢迎蔡兆伦老师，还有他太太施小慧，两位好。你好。你好。这本很好看的绘本拿在我手上，叫做看不见，对不对？哈，所以刚才我在讲到说那个奖项哦，它的全名是叫什么？波隆纳拉加兹童书奖。波隆纳拉加兹童书奖。对。哇，所以每年会去参加的人很多哈，作品。这一次是有44个国家，有1400多件。它故事主要就是看不到嘛，对，看不见的一个盲人小孩的故事。这是一个那个，就是一种体验呐、啊，是，就是一种盲人的体验、哦，然后希望小朋友看到了，看了这本书以后，他会有那种同理心，哦，是。所以赵阳哥好像我刚好翻到这一页，还是评审特别点出来的一页哈、哦。对，因为这一页是等于是一个细节啦，说一般人出门的时候他不会想到说他要怎么去找他的鞋子，对，但是那个盲人如果出门，他鞋子没有放在固定的位置上的时候，他会非常难找到他的鞋子。嗯，但是这个也是，就是我为了画这一本，就是我自己就闭着眼睛，嗯，然后我要出门的时候，就真的是找不到我的鞋子。你去体会一下他们的感觉。对，就是因为这个小动作，所以那个评审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样，你那时候得奖的时候，你心里头的感觉怎么样？就是很意外，很意外，因为我不知道这本书有参加那个奖项哦，所以当时去报奖的时候你都不晓得、哦、我以为这本书是到那边去参展而已、哦、我不知道是一个比赛、哦、啊，等到得奖以后在那个网络上面很多人向我恭喜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有参加那个比赛的呀。可是知道的时候心情还是很兴奋哦。对啊，我是看到别人很兴奋的样子，我就想说，这应该是一个大奖。可是这本书其实在国内就已经先得了不少奖，金鼎奖啊，金鼎奖，然后好书大家读的那个奖，然后还有那个丰子恺奖。丰子恺奖好像是在你们插画绘本界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奖哈，在华人圈里面。对，它是，其实是全球只要是用华文创作的那个作品都可以比赛。所以就有那个大陆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这样子，都可以参加。然后他的奖项其实不多，他2年才举办一次，啊，总共只有五个名额而已。然后也是很多很多作品一起来角逐嘛。对，你这种天分是从小家里头就发现，就特别给你培养了吗？我小时候就是跟一般人差不多，然后甚至那个国中的时候，我的美术还不及格，真的。那时候是青少年，特别爱面子，结果前面的同学交了作业呢，被老师，当众批评了一下，所以呢，那我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图已经画好了，
但是我不敢教，就放在抽屉里面。这是一般的美术课就对了。对，嗯啊，所以呢，我那一科就，老师就把我打59分，因为我们那学校只要有两科成绩不及格呢，就会编入放牛班。嗯，所以呢，我那一年就到放牛班去读，但是我觉得，反而更自由一点，对，不用天天看书。嗯，是，所以多出来的时间都在画，都在玩啊，也不是在画。在玩。对，其实我对画画也没有说特别的有兴趣，就是很一般这样子。家里头的环境大概怎么样？爸爸妈妈的工作？我爸爸妈妈以前，就是为了生活就是做得非常辛苦。然后有时候是打零工啊，还是在工厂做事这样。所以说真的，在经济能力上，如果真要好好的栽培一个孩子，也不是太容易的环境哈。对，我们小时候是应该说是放牛吃草啦，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玩。哇，听到你这样讲，我倒还真的蛮意外的耶。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画画这个领域？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有往这方面发展吗？国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想高中的时候应该会去读高职，因为也考不上大学，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想说，什么样的工作会比较轻松一点？就那时候就想说画画应该还不错，然后刚好我家也是在复兴上工的旁边，所以就他们的这个美工相关是非常厉害的学校啊，对啊，所以我就去考那个复兴美工的补校，就是夜补校，晚上的时候去读书。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去找那个卡通公司的工作。卡通公司？对，就是电视卡通吗？对，电视卡通。但是刚刚去的时候也不会画了，所以呢，就先交钱在里面当练习生，然后你去那边工作，然后你还要给对方钱，这样子？对。因为我不会画，所以那个老板也不会用我啊，所以就先交钱，然后当练习生，然后画了3个月以后，才在那边正式上班。就算是慢慢的这个方向就越来越明确了。是。哇，然后听说你们两个小的时候就是邻居，应该是婚后才聊到才知道是住在同一个巷子。他们家以前有开那个小小的杂货店，那我们小时候都会到他们那边去买。是，去买东西这样子，但是还是不认识他，就是你只记得那个杂货店，对，但是并不记得这个杂货店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还有记得他们家养的羊啊，养羊啊。是，早期我们永和地区其实那个河堤是还没有开发嘛，那我爸爸朋友就说，因为以前人生活经济比较贫困，就会想说哪边可以赚点钱，就会。然后朋友说，我们可以养羊，从小养到大，还可以拿去卖。对，所以我们小孩，因为我们家小孩多，然后反正我爸就说，你们放学就去遛羊吧。遛羊，所以人家小孩是遛狗，我们家遛羊。对，我们家是去河堤遛羊。我去意大利，就是在那个会场里面看到很多年轻的插画家或者是绘本作家，他们都拿着自己的作品给出版社看。然后在那个墙上面贴他们的作品。在镜头前受访，讲台上演讲，这对于过去的蔡兆伦完全是不可能。号称神话一哥的他，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是一位个性羞涩的艺术家。其实真的都只有一两句，只有一两句他会说，可能也说不定，我的印象中常常小慧有在中间，就会帮我们多讲一解。他不太讲话，那所以你问他什么，他常常就是笑一笑，然后他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然后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读者来买书，然后就买了看不见，以后就说啊，蔡兆伦在这里，好，请他签名。结果他拿了那本书以后跑掉了，他就跑去躲起来。然后那问为什么呢？他说他不好意思在读者面前签名，因为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他就是一个这么很有趣的人。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手工本，等一下我会发这个纸给你们。他的妻子是小慧，则相反，喜欢与人互动的他，在教会当中是孩子们眼中活泼的儿童主日学老师。
夫妻俩一个沉默寡言，一个外向热情，在共同的信仰中用爱彼此包容。赵伦是一个算比较严谨比较谨慎的一个先生，小慧是一个非常很有理想，有意向，有抱负的啊，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的家庭就冒出很大的火花出来了。相处应该也是有一点摩擦，然后有一度他说他可能走不下去了，然后最后他们走得很困难，但是他在基督里面他真的就得到了拯救。那细节我不太清楚，但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些活动，然后就他们就真的在这里面就真的找到了妥协，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事情。蔡兆伦跟施小慧这对夫妻很特别，他们从小就是邻居，住在同一个巷子里，还在同一个学校念书，但小时候对彼此没有什么印象，倒是长大之后两个人缘分才真正开始。所以小慧姐，你们两个长大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在哪个环境之下产生交集的？是参加那个家福中心的活动。对，那是其实应该是我同学，我们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单纯，只是去玩，因为他们家福中心办了一个郊游。那嘉哥那天怎么会去参加那个活动？刚刚退伍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反正就是有点无聊，然后就刚好看到报纸上面家福中心有征义工，所以我就去那边当义工。那时候就知道他会画画了吗？知道他那时候在画画，也曾经有问我说他是每天画一幅漫画给我，说都没有。对啊，感觉起来好像会觉得用这种方式追女朋友又很特别。对，那不太像他的个性。不太像他的个性，所以他个性是比较内敛。比较应该算是比较理性，比较不浪漫，不浪漫，比较理性。因为我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呢，不是我刚开始画图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创作，就是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行业，就是一个工作。对，就选择了这个行业以后，就是做，就等于是一个工作。对，蔡哥那时候看了小慧姐，你欣赏她哪个部分？我那时候有接触那个基督的信仰，然后我那时候祷告说我以后的另外一半呢，希望他很有爱心，是，还有希望他不要太看重钱，对，因为我们家以前还蛮缺钱的，听到关于钱的方面的事情，我就还蛮害怕的，就觉得压力很大。对，压力很大，所以我就希望另外一半就不要太注重那个钱方面的事情。对，所以他刚好都非常符合这个条件。那蔡大哥，你是怎么样的机会开始进入到教会？因为原生家庭爸爸妈妈也是传统信仰嘛。因为那个时候就有一次在那个新公园有那个圣诞晚会。是。对，然后就在圣诞晚会里面，我是觉得那个基督徒对基督徒还蛮好奇的。好奇为什么？不知道他们礼拜天都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对啊，还有我的邻居也有一些是基督徒啦，是，但他们都很热心的一直传福音，所以因为好奇心，所以就想要到那个教会去看一看。那看了之后有什么特别感觉吗？进去了之后，因为我比较理性一点，是，我没有亲眼看到，然后也摸不到也看不到，所以我对这一方面就还蛮质疑的。但是最主要是有一些人，他们蛮虔诚的，是，然后我看他们也是比我还聪明，又很有能力，然后又很谦卑，但是我在想说他们不可能骗我，所以呢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要继续的留下来，因为我很希望我以后的个性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就是这么的谦卑这样子，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问东问西，问了很多年，问了很多年才受洗，但是其实我受洗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说这种方式还不错的呀。那小慧姐，你那时候是怎样比较确定说这个信仰，确定这个神是真实的？在服事过程当中是在服事，对，是参与什么样的服事？应该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因为孩子的关系，就在儿童主日学嘛。然后就会因为孩子去主，你就跟着一起去，会跟着，因为孩子那时候才幼稚园，就会可能换一个新的环境，他可能就会觉得比较不安，然后就会陪在那里。对，那陪伴过程当中是，教会的校长就是主日学校长就说，你要不要参与？
因为他看到我跟其他孩子互动好像还不错，是，对，他就说我可以参与在当中。那我觉得在服事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你会更多的去经历到神在当中的带领。不过这样参与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像家里公婆也都支持吗？他们其实还蛮好的，就是这方面要求还没有对我，就是我在家里不用做太多家事，只要把我们家两个小孩搞定照料好，我这点还蛮感恩的。因为不像有的人家里说早餐要煮啊，很辛苦的还不用。对，所以两位结婚之后比较大可能会发生争执或摩擦，意见不合的部分会是刚加到他们家的那种生活习惯蛮奇怪，就是你进出房间一进去出来就要把灯关掉。嗯嗯。然后在我们家是一回到家晚上下了班或下了课回到家是我们灯是几乎全部都开的，灯火通明这样。对对，在他们家只要离开一分钟也要关灯。哦，就离开那个空间就立刻关。对对对，那常常就被他讲说，要关灯，要关灯。节约能源。节约能源，在财务上用钱的习惯呢？其实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赚钱，然后就尽量省一点。省着点花。对，然后他的话就非常的大方的样子。因为带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其实可能看到零食啊、饮料什么都会吵一下。那我常常会带小朋友去麦当劳或是做咖啡厅，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很贵，可不可以回家喝开水比较健康？国语日报有办一个那个，绘本比赛。绘本比赛。对啊，那时候的奖金还蛮高的，首奖有150,000。为了参加那个比赛呢，我就去看了很多的绘本，看别人是怎么画的。所以这是你第一本绘本就拿下国语日报的首奖？对，就拿到了那个很高额的奖金。成家立业，为了养家活口，蔡兆伦到报社做美编，除了编排版面，还需要画图。从四格漫画到图书插图，全都一手包办，15年日复一日。有什么文章，他就要配什么插图，所以而且因为是报纸，所以必须速度很快。那时候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就是，他可以变化很多种画风。而且通常都转换得非常好，也不会说是模仿别人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但是那个风格刚好是我们觉得最搭配的。会画图的美编其实不多，所以呢，就比方说，别的美编编3个版，然后蔡兆伦就编2个版，然后另外呢，就他的工作就是画很多个小插图，那个小插图就算他分内的工作，那可是因为那些图画真的很多，所以我每次打开报纸。打开国语日报看看，到处都是蔡兆伦的图画，都是小小小小的图画，而且看起来就是很草率的图画，所以我好几次跟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画，你每次那个看到上面都是你的画，然后看一个就扣分就扣一个，他就说我没有办法，那是我的分内的工作，就是他必须要做，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忍住了，他还是去做这样的事情，他知道他还蛮委屈的。每天就是早上就出去，晚上回来就继续做事，要不然就是看自己的做自己的事，没有什么互动。可能他觉得上班很累，回来就是不太想理我们，或是就想做自己的事。蔡兆伦出了社会之后，虽然很快的从事画漫画的工作，但老实说也不是因为兴趣，只是他觉得这工作赚钱好像还蛮容易的。不过蔡大哥，你画漫画哦，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不画了，是不是？就变成画插画，那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让你开始第一份画插画的工作吗？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画插画，所以画漫画跟画插画还是完全不一样两件事情，虽然都是画。哦，对，都是画，但是其实完全不一样。对，但是画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要怎么画了，但是我是到那个图书馆去啊，就是把所有有那个。漫画跟插画的报章杂志的地址都把它抄下来，是，然后就把我的作品寄过去给他们看，这样，结果呢成效不大好，都没有，还是没有找到插画的工作。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接一个那个国语日报插画的工作，然后他就把那个插画让我画，就画了那个插画以后，我就很顺利的就开始。就是接《国语日报》的那个图来画，算是接案工作。对，
但是那个时候画的也是漫画，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份那个刊物是用漫画来介绍新闻啊，介绍知识，然后就是还是以漫画为主啦。本来我进去的时候还是不大会画，后来在那边做了十几年以后呢，哎，就渐渐的就有点心得了。哦，对啊。我像一般做这种工作，是不是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进到办公室嘛？你就是接案工作，在家里画也可以。哦、其实我进去里面做是做主要是做美编。嗯嗯嗯。对，那我美编其实也不会，就是也是在里面学的啦。然后因为我会画漫画，所以我就开始每边再画一些插画这样子。是是是、嗯、不过这样一路画画工作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工作是满足的吗？是觉得符合你的期待的吗？对，在学习的时候，这份工作就真的很不错，因为你又有薪水可以拿、嗯、你又可以练习、嗯、然后其实我们在里面就画了各种的题材都要画，是是，而且呢天天画，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当时那个环境哦、喔，对那个学习的学习非常的好。嗯嗯，但如果是要养家活口的一个工作的时候，那边的薪水其实也是还不错，也都还不错。对，嗯，所以有的时候会不会画画也画，回家也要画，对不对？会哈，啊，小孩子看到爸爸画，应该都会很兴奋在旁边看吧。会去找他，但是他会叫我小孩子不要吵他。哦，所以也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专心。应该是他做什么事都很专心。应该做什么事情都很专心。对，连看电视都不能吵。个性的问题。那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说可以画一本绘本？《国语日报》有办一个那个绘本比赛。绘本比赛。对啊，那时候的奖金还蛮高的，嗯，首奖有150,000。为了参加那个比赛呢，我就去看了很多的绘本，看别人是怎么画的，嗯，所以呢，但是我那个想，就是说，是会想故事啦。哦，是会想故事。 对，因为我觉得绘本的一个故事的结构是很重要。对，因为那时候那个故事是跟我女儿有关系的，嗯，因为她那时候读幼稚园，然后呢。晚上叫他睡觉呢，他都不睡觉，都要玩、嗯。然后早上叫他起来上学的时候，他又起不来，是，就经常都是这样子。嗯，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个故事，就这一本嘛，对不对？对，我睡不着。对，嗯。但是虽然写成了故事呢，那里面的那个文字哦，其实我还是非常的生疏啦。嗯嗯嗯。但是因为我们的《国语日报》里面有很多的写文章的人啊，也有很多作家，就刚好可以请教他们。他们就会帮我修一修这样。哦，我看这个故事内容也还蛮可爱的呢。小朋友睡不着，满脑子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啊，想说夜里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啊，这样子。但是这个故事的大概内容你有，文字的部分也靠了很多人帮忙。对，这是最后的完成品，完成了。哦，对，然后很幸运他就得到首奖。所以这是你第一本绘本就拿下《国语日报》的首奖。对，就拿到了那个很高额的奖金。对，就拿到很高额的奖金。得奖以后呢，我就开始到那个社区大学去，开始学那个绘本。哦，对，所以你是先拿了奖之后才回头再去学的。对。哎，好特别的历程哦。是。你就是因为这个拿了奖之后，开始燃起了你觉得哎，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的这种想法。对，其实做绘本，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有很大的成就感。因为你就像个导演一样，然后怎么样让里面的演员怎么样演啊？进入到绘本这个算是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发展又是一个转向了。对，得了奖以后，我们那公司就开会，然后就决定说，就说那个公司的员工以后都不能参加比赛，就对了。所以你就得那么一次。对，啊，后来我把工作辞掉。想说就可以继续参加比赛，就那一年他们就停办了，完了怎么办？是，我你辞掉这个工作，刚才讲到那工作，其实工作蛮久了哈。我在《国语日报》做15年，那段时间生活就蛮稳定的。嗯，对。那你要辞掉工作，对你来说应该也要下很大的决心哎。对啊，我那时候要辞掉工作以前，就其实也是非常害怕，是因为那时候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嗯，但是因为已经做了很久了，就是说工作就开始一直重复，就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是是是。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把它辞掉，但是辞掉以前呢，就是希望有那个一些神的印证啊。是是。结果就
就看那个 Good TV 的那个成人逐日学，是，对，里面有十集是那个什么如何听神的声音还是什么，然后当然那时候也看到一本小说啦，《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那个羊儿只关心他的生，只关心食物跟水啊，然后他的日子就一成不变，然后就想说那个就是我那时候的生活就对了，是是是，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把它辞掉这样，但是出来外面接插画的时候，真的是比上班还要累很多。为什么？就是原来你没有想到会这么累，对不对？当初也是知道会很累的，但是如果只是靠插画来那个生活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累，因为你每个月都一定要固定要画到一定的量，是才有那个稿费，是，对，那所以真的比上班实在累很多，压力也比较大哦，压力很大，因为每个月呢都在想说下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哪里还不知道。大量接案，用眼过度，蔡兆伦眼睛出现状况，可能失去视力的担忧及生计压力，使他变得更加沉默。那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眼睛开刀，然后觉得他的视力根本就几乎快要挽不，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我知道他很沮丧，他真的很沮丧。那他又很害怕失业，因为他真的需要钱，所以他需要他的那时候他的孩子还没有毕业，他的姐妹啊一直。为他的先生担心，除了在祷告会为他祷告以外，然后呢也一直在那里帮助他，不管是开刀啊，就陪伴他啊，家庭一些的工作，孩子的关心啊，几乎全落到这个小慧的身上啊，他也一肩都扛起来了，请我儿子当模特，然后把他拍起来，然后照着他的轮廓呢，把它描一遍。获得国际奖项的儿童绘本《看不见》，除了儿子是功臣之一，其实背后还有很多幕后英雄。那本书拿来的时候，其实是蔡兆伦他眼睛已经不好的时候，所以他觉得他真的已经知道他的眼睛很不好，所以他知道视力是很重要的。那次我们在讨论说，如果你都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有一天你突然眼睛张开了，你第一眼会看到什么？然后那些我们所有讨论好的东西，他都试做了一个，都觉得都不够好。所以光是那个跨页，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然后有一天，他真的就是默默的，他就突然就有了一个很确切的想法，他就跑到大安森林公园的游乐场，他就照相，照了一个很真的实景照相。然后他用他的美编的功夫，然后在上面再修改那个图。然后那个图一拿来，大家都觉得啊，对。就是这一个，你必须要在32页能够把一个概念表达得很清楚，那他确实表达得非常好，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这些角色都有一个内在的生命，不是平面的，而是有一个空间的原因，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力量在支撑着他。蔡兆伦辞掉了自己原来非常稳定的工作，开始往绘本的方向发展。其实刚开始他也没有意料到，原来呢这条路越走到后面，有越多他自己当初想象都想象不到的这些成果出来。所以蔡大哥，我今天手上刚好拿，就是2016拿到国际上的大奖，但其实这本书很早就画了嘛，对不对？对，这本书是我在那个社区大学那个学绘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作业，本来是作业了。但是因为是作业，所以我那时候是想说用什么方式画比较快，然后想说用黑白的画应该比较快，然后那时候想画黑白的要用什么题材比较好，然后想说那就用那个看不见这个题材，就是比较适合，所以我那时候就用那个立可白在黑色的对，在黑色的纸上面直接这样子画，哇，好特别哦。就放在抽屉里面很多年，也没有去投稿。当然就是因为那个这一家是小兵出版社嘛，是，因为他们的老板是我们以前国语日报的同事，是，对。然后呢，他那时候就很有，就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很有义气的说要帮
就是帮他的那个帮他画的画家每个人出一本这个绘本，那时候又重画了一次。那里面的剪影是找我儿子当模特儿，对，儿子当模特儿，对，然后就是拍他的动作，然后直接就照着那个动作就把它，所以像这个手其实就是你儿子的手，对，就是他的手，你就拍一张他的手，然后按照他手的样子画出来。所以这本书呢画的还蛮愉快的，嗯，就是简单又愉快，这样子就完成了。但是他刚好在画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个那个童书人团契，童书人团契，对，他们呢都非常的专业，就刚好里面修改了一些地方，然后让他整本书非常的顺畅。嗯嗯嗯，我没有经过那个修改哦，我是觉得不会有这个成绩。嗯嗯，所以你儿子应该对于这本书现在这么厉害也很有成就感，很有参与感。照片都是我，有没有我的手，我的样子？那他有说，请他当我的模特兒，他还不愿意，因为他那时候是国中生嘛，你要叫国中生摆一些动作就非常的困难。嗯，所以那时候就花了500块给他当模特兒费。嗯，对，才那个顺利的把它做完。画的过程呢、啊，你会拿这些草稿给同学们团契看，会给太太看吗？太太有没有给一些特别意见？他会给我看，可是讲完之后，他还是照他的意思画。所以你还是有给他一些意见。对，我们会是我看的会是从，应该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或妈妈的角度，因为妈妈看绘本有自己的一些视角在看。那他们会从比较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那这本书后来陆陆续续国内外真的得了好多奖，几十个有吧？得奖的消息就一直来。对，一直来一直来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才真的感觉到是这本书其实都有。有那个上帝的祝福，是因为我画了20-30年，我大概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但是这本书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奖，就让我非常的惊讶。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说那个主导文最后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上帝的。然后那时候就有一段经文就一直出现，就是那个渔夫呢，彼得，西门彼得，他专业的渔夫，但是他打了整夜的鱼，他就还是没有，还捕不到什么鱼这样子。后来上帝就叫他直接下网，对，然后他一下网后就捕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鱼。之后耶稣就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个还深吗？”对不对？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一比较。就是一心一意是在画图，真的是比我的信仰还那个，就是我觉得是比那个还认真呐、啊。然后他最后又说，就是说牧养我的小羊这样子。那之前小慧在当主日学校长的时候，他那时候一直找我一起去教主日学，但是我那时候都没有什么兴趣。对，我那时候都没什么兴趣啊。但是后来经历了这个以后，我就开始去当主日学老师。那你就开始真的有感觉到先生变得不一样了。其实在他这次回来教之前，有邀请过他来教主日学，然后他有的其实来教过一两次。可是他来的那一次看到家长坐旁边，他就说会有家长出现，然后他就说他不要教了。因为他的个性就比较没有办法在。很多人面前讲，那次他就改用画画来跟我配搭，就是我在前面讲故事，他在后面用画画的。可是后来他自己对信仰有不一样的体验之后，你有察觉到他什么不同吗？他很认真，比我们其他老师都很认真，因为跟之前的，可能跟之前邀请他来服侍的时候，或是邀请他来参与的时候，他就觉得抱着，我就去看看。后来发现到他其实是蛮用心在这一块的。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后来也。发生了一个就是让你还蛮紧张的状况，眼睛的状况。因为我都是用那个电脑在画图，整天盯着电脑，而且呢又之前就有高度近视，所以呢眼睛就出现了白内障，其实有视网膜剥离去开过刀，所以总共这边开了2次刀，这边开了1次刀这样子，过了一阵子以后又开始变模糊了，是两只眼睛都模糊，没有一边的眼睛是好的，一边眼睛还是一样，那一边眼睛就开始变模糊。那个台大医院那个医师说，这个是那个
黄斑部病变，他也没有办法治疗，除非你，除非我看不见，他才会开刀。哦，要到看不见的程度才开刀。对，但是开刀以后还是会有50%还是会复，还是会复发。是 是, 是。对。那所以他就没有治疗了，就是、嗯、先看他的状况，持续观察就对了。对，就是半年来复检一次就好。是是是。对，所以那段时间我这边的眼睛都看不清楚。会影响到工作吧？哦，影响非常大。嗯，插画的工作呢，就逐渐都把它先推掉。对，都先推掉，没有办法画这样子。那当时心里头很担心吧，很紧张。就心里真的是很难过了，就。而且每个月的那个生活上的压力都还在，然后那时候很难过，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是常常就在街上这样子逛来逛去的，嗯，就是走很远了，每天都走很远，然后就一边走一边祷告。那我就想说，那生活费怎么办？对，我想说，那如果看不清楚，其他的事情我又不会做。那就只好去当那个去按摩。哦，都想到那时候那要去当按摩。对，我是觉得按摩应该可以赚比较多的钱这样子。嗯，那我那时候就开始在注意按摩的工作。那像太太会有这样的担心吗？我因为我对金钱就很大方，也不是很大方，而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在很多的服事上其实有经历到神。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担心，透过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祷告，其实还是有一些帮助。就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那个的花费都刚刚好，都没有减少这样子。第二次去复检，就也是同样一个医生，啊、哦，他看一看呢，他就忽然说，啊，我想到，那你先去雷射好了。然后呢，只有几分钟以后，哎，眼睛就看清楚了，嗯，就是跟圣经上面写的都一样。所以呢，只要你努力呢，上帝都会知道的，对不对？好，说故事，教小朋友画图。在每一个环节，蔡兆伦都用心准备。就是以前爸爸可能会出功课给我们，就是一个礼拜要画100只狗，或是一个礼拜画1篇4格漫画，这样。然后就是画的感觉，就是在画的时候可能觉得100只很多，然后可是就是每一只慢慢画慢慢画，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我画的可能比较就是像那种。可爱的幼稚可爱的图案，然后爸爸画的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经历神的安慰与医治，他跟人的关系更亲密，甚至跟学设计的女儿一起搭配授课，从一个沉默安静的艺术家变成乐于分享的兆伦老师。他一直有个心志，他很想用画画来服侍。他希望能够用他的话能够去传递什么讯息。那之后我也看过他自己画了很多类似漫画的东西，他就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他想用漫画的方式来呈现。知道说他被选上的教会的执事，那执事的目的就是要参与整个教会的服事，他能够愿意主动的参与，那就是一种改变，而且也看他乐在其中。我相信这个很多时候人的生命要被改变，若没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人是很难的，但是我看到他是真的改变了。蔡兆伦虽然在绘本不断得奖的过程当中开始经历到神的真实，可是呢，他也是因为感觉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好像要看不到了，才进一步真的看见到神。所以蔡大哥，对你来说，当时其实眼睛出了状况，影响到你的工作，心里头恐惧是很大的啦。看不见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大概有1年的时间，那也蛮长的耶。对，蛮长的时间。然后我那时候是还在教主日学，嗯，对。然后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背金句，对。然后那个金句都是，上帝会。会那个
会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祷告必定会成就这样子，有很多次是这样子。然后就问小朋友说，你们相信吗？这样子，那有的小朋友呢就非常的相信，他就举手这样说，我相信我相信。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做个实验好了。我们这个礼拜就回去想一个上帝也喜悦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一起来讨论，然后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那当然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我眼睛要可以，希望可以看见。那圣经上面写的就是耶稣对那个瞎子嘛，他就吐个口水，然后用泥土涂一涂之后他就看见了，就是这么的简单这样子。那当然我那时候觉得是不，这种事情不大可能会发生的嘛，但是我还是非常想要祷告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后来那个礼拜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又是第二次去复检，就也是同样一个医生啊，他看一看呢，他就忽然说，我想到，那你先去雷射好了。然后呢只有几分钟以后，眼睛就看清楚了。就是跟圣经上面写的都一样。下个礼拜呢我就回去，我就马上跟小朋友做见证。对啊，上帝叫我去那个喂养他的小羊，就因为有喂养这个小羊，然后才会得到后面的那个医治这样。所以你这样子自己在创作这条路上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眼睛有问题，所以才会把我画了很久的插画就把它暂停了。对，暂停，不然我是觉得我应该是会一直画下去的。然后后来眼睛好了以后呢，又刚好刚我呢之前在宜兰有买一个房子，但是那个是在去国语日报以前，很久以前买的。很久以前我姐姐说要帮我卖房子，是，我就说好，那就把它卖了。就卖了房子以后呢，我那个就是卖房子的钱呢就可以支持我创作很多年就对了。所以我那个生活上面的压力呢顿时就没有了，少很多。对，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安心的创作，做那个做了一本就是贝贝英雄。对，我现在手上这本，不过这本是样书啦，而且这本因为你那时候是拿出国的，对不对？拿出国的样书，所以特别要把它翻成是英文的版本。对，那刚好是要去波隆纳领奖，对，那也带了这本书去，所以就把它翻译成这个英文。所以它还不是完整版。对，它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的。对，那这本书呢我就画了一年半。我就可以慢慢享受那个，就是慢慢的想，慢慢的修改这样子。是是是，觉得是真正有在创作的感觉。是，这个故事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吼。就是有一个卑卑国，他们古老的传说就是呢，只要谁能够爬上广场中央的那个柱子，然后到了那个宝座上面，爬到最顶就对了。对，爬到最顶的话呢，他就是卑卑国的英雄。所以自古以来呢，那一些卑卑呢，每天他们都会到广场来，有很多人就会尝试想要爬上去，就用各种的方式啊。他们白天就聚集在这广场上，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各自回去了。那个人群散开以后呢，就会有一个那个就是打扫的一个卑卑，这边扫那边扫，然后呢扫一扫就是沿着那个柱子就还一直要扫到上面去。然后他最后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把那个奖杯呢擦亮。他每天的工作，所以他每天都有爬上去。对，他每天都要爬上去擦那个杯子。然后呢他在擦杯子的时候就在那边想说到底英雄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这样。原来他就是那个英雄，自己都没有意会过来。对，然后我们那个之前说到的那个同书人团契，对，画了这本书以后呢，就大家又那个聚集起来，然后再来讨论这本书这样子。所以这本书呢也是经过他们讨论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顺啊。所以这个同书团契也是神为你预备的一个团契齁。对，真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子。透过自己的画绘本的这个功力啊，现在也做一些蛮特别的服饰嘛齁。对
做这个小书，福音小书。原来制作单位讲小书，我还想说是多小，我没有想到这么小，真的很小，好可爱哦、喔。对，这个是、这是平常自己，因为这些书都没有出版过了，嗯，然后就做起来觉得还蛮可爱的，真的很可爱耶。对，那我在教那个主日学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教他们来画这个。做小书，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是主日学小朋友自己画的，是不是？对，你看像这个挪亚方舟，然后你就教他们怎么画，然后让他们订成一本这样。对，他们可以自由的画，然后我会把它缩小，然后把它做成书。哦，这过程我相信给孩子也很大的鼓励耶。对，你这自己经历的一路的过程呢，有时候刚开始怎么样走上这条路，都有一点也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楚，这么明朗的状况下，哎，莫名其妙走着走着就到了现在这样子，还拿了这么厉害的国际上的奖项。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动，想要来跟观众朋友来做分享的？其实什么都不会啦，之前真的是什么都不会。然后也没有口才，不大会讲话，然后呢，也没有资源。然后我就觉得，我假如是没有当初没有到教会的话，就是生活可能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就浑浑噩噩就过了。对，浑浑噩噩的过。但是至少我还没有体会到那个神的恩典之前呢，我会照着那个圣经上面写的这样子做。嗯，因为有去教会，就对我的生，那个我的生活其实都不大一样这样子。那小慧姐呢？神在拣选人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拣选那个非常有能力，可能有能力，或是你的名声很好，或是什么，而是特别厉害的。对，不用特别厉害，可是就是你有一颗愿意被神用的心。嗯，虽然说好像很平凡，但其实里面有很大的满足。对，回想起来，其实里面有很大的满足。而且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们自己有看绘本，我有时候觉得好奇妙，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的绘本，其实到我孩子的这个年纪啊，他们也还在看一模一样的绘本呢，就是几十年的绘本。所以我觉得神真的会大大祝福蔡雅各的工作，因为神给你的一个灵感，他放到你脑子里头一个东西，透过你画出来之后，他就流传下来了。好几代的人，爸爸妈妈看完之后，孩子看，孩子看完之后，可能孩子长大给他们的孩子看，这其实是非常感动人心，然后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工的工作。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验。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在今天我们听见赵伦弟兄生命的故事，看不见是他一部不断在台湾在国际得奖的作品。在这部童书的作品里，描绘了一个小朋友，他透过眼睛看不见的体验过程，来经历到那一个看不见的焦虑究竟是什么。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看不见肯定是一个极大的焦虑。或许我们看得见 3D 立体电影里头许多细腻的场景变化，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见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明天或前面即将发生的事情。每一次当我们看不见跟不确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肯定充满了焦虑。我想这就是这个作品，黑白的作品却细腻地勾勒出人心焦虑的作品不断在台湾在国际得奖的原因。在耶稣一生的服事里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神迹故事，是发生在一个瞎眼的朋友身上。这个朋友本来看不见，但是耶稣在医治他的过程却重新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看得见。透过这个本来是瞎眼之后看得见的故事，它反照出有许多的人，我们的眼睛其实一直都看得见，但是我们的心灵却常常看不明白。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明白天父上帝在你一生当中正在工作的痕迹是什么？还是我们常常处于看不见的焦虑，看不见，不确定，不确定明天和下一个阶段即将临到的，是咒诅的，是担心的，是困顿的。
如果我们会因为这些看不见不确定而焦虑，在今天赵伦弟兄他生命的故事，他们怎么样透过童书，透过他生命一点一滴的过程，上帝祝福他，引导他，甚至上帝医治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也可以经历到这一位上帝，这一位使我们的生命突破看不见的焦虑，而真正经历看得见恩典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要打开我生命的眼睛，使我从看不见转向你自己，因为你的光光照在我的生命里，使我的生命能够真正的看见，看见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主权是能够平静风和浪，看见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是美好的，使我能够从许多的眼泪、焦虑和困顿当中重新站起来，勇敢地面对新的一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祝福你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工作里头经历他医治的工作，使你心灵的眼睛真正打开，并且看得见他恩典的手。